来毛血汪看我和我朋友的日常。本节目由淘宝首席赞助播出，上淘宝，好货好价淘不尽。快点，等他俩来吧，新朋友，你们都没见过是吧？娃娃啊，我见过，你见过，但可能他不记得了。他以前住上海，是吗？对。哎，来人啊！哎呦天哪，怎么是他呢？这就是有趣的新朋友，只是没有人想起身都。谁呀？刘德华。再吓着邻居，赶紧开。哎呀，你去吧，赵姐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这咋开这门呢？寻蛙姐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，感觉不想开这个门似的。来了来了来了，那没人愿意给你开门。哎呀，还得是我的家人哈、啊，到了还得是人家小慧。结果这屋分贝一下就上来了，这屋的分贝。接下来说话都得大点声。都不起来一下了吗？现在你快点自己换鞋啊，搁那里呢。起来起来起来，毛老师起来了，从地上坐到了沙发上。哎，起来他也得走过来。嗯，那你坐下吧。行，恭喜恭喜啊，我先走了，东西放这儿了啊。那你放门口就行了，你都不用拎进来。坐吧。拿啥呀？我都不想给你们展示了，这个被哎。这个是我这几天最得意的一个东西。啥呀？啥？杯子。但这个杯子是我第一眼看到我就喜欢的不行。哦哦，你来还现在还主动还又带新礼物了？你以为还跟以前一样？我天，你现在这做人有一步、一大步提升啊！哎呀，完还有没呀？那袋里我看是不是底下还有啥呀？感觉里边还有东西。还有些，一会儿展示了啊。啊。吃火锅的时候展示，你看着吧。这夜光杯呀、啊，你这是。保温杯，这杯咋的了？这有人签名上面。啥？这杯咋了？咋了？怎么是这么个反应呢？你们这么反应打？它主要是好看，就是。哎哎哎，好看好看。保温的。保温的。有管没呀？哎呀，我给你展示呀，你展示展示。娓娓道来，不光有管，还有口。啊、嗯，管，管在这，你看。啊，它还有一个设计特别精巧的地方，有个卡扣，哎，它就不掉下来了。啊、那咋往里倒水啊？这个还能拧开，你也可以这么喝。还有能拧开的杯子，哎，三用，真厉害、啊！我的妈呀！你想着急，你就这么喝啊；你要不着急，你就这么喝。是是是。你要是更不着急，还有一点情调，你就这么喝。你就带了几个呀、啊？带了俩。这一个呢，跟这个有稍许的不同之处。这个是一个白色的啊，这个更重要的一点，它是跟我的同款杯。啊啊！你这个，你真像个卖货的。不是，什么玩意儿卖货的？主要是没想到我两个家人也来。那这样，你俩带走吧。你俩争取一下，谁要它怎么款、啊？来，咱们四个人竞竞啊！竞、哦。你这原价多少钱呢？100。没一百，这个一百多咋了？是我买便宜了吗？我买贵了呀？我这是我寻20，你说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刚刚给你没展示清楚是怎么着？清楚了，清楚，值值，就是他能这样，值，100多还不值，他还能这样？你现在就上链接，完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拍。这个直播价我就，因为这个杯子实在是没有利润，129上链接。129还没利润，129，你这129，你至少得100利润，你这个不是你没看清楚刚刚是怎么回事？他能三盒，是，带走吧，带走，一眼的给你粉的，那你看大老远带北京来，你上海就是同城就寄到了，你说是？我知道弄点水果来了，真的。你到了，我寻思来，我能吃点阳光玫瑰呢。我把这个猕猴桃去洗洗吧，我要不。只剩认识蛙姐吧，蛙姐不认识。那你咋来的啊？你不，你陪蛙姐来的呢？
他贼厉害，在那个春晚后台不是有好多老师吗？然后应该是人家都不是太认识了，然后他看见一个老师，哎呀，老师，对，没有，那谁呀、啊？宝强老师，宝强老师那不认识，但你上去了，对，然后人家宝强老师到后台拆麦，我们带麦，说啊，宝强老师演挺好。你呀，点评吗？我没拍着说，我说宝强演的，我咋的了？我这还拍着呢？我寻思你现在这么糊吗？没有，也没有他说的那个语调。我说，哎呀，宝强哥演的真好，不是不错，演的真，哎呀，不错和真好还是有区别的啊，小鬼啊！哎呀，我的汗都出来了。你终于想起来说的不是不错了。不是不错。叮咚，来了，咱迎接吧。嘉宾人，这把咱得站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些人，哎呦我的，我就看看这个人情世故在一块儿呀。哎，赶紧拿走，我没给蛙姐准备。那送他吧。你们都，我俩可以割。行，那我送给蛙姐。开门呢，欢迎欢迎嘛。Hello。抱一抱，来，嗨，第一次见面的朋友们。Hello。来，我先接过来。好，行，我给你们拿啥呀？这个串来的礼物串啊，这个呀，人家礼物在这儿了，光看见光看见串了，随便放下来，就是这个呀。你们谁的颈椎不好？哎呦，是不是？马姐，今天呢还有几个这个呢？体态专场，这个是啥呀？这个哦，背在后面的，这样小的。你这样，但你要用胳膊把它别住，这样是吧？这个能用上吗？能，这咋用啊？你躺着，你放地上。哦，这个躺着的，你试试。来，咱们一个组合。这个又是啥呀？这个好难戴上，这个。这戴这儿呢？哦，这个戴脖子上。体态不正组合。枕这头，好，枕这头。你这么一躺、啊。行，我试试啊。哎呀呵，哎呀，咱们这个屋现在像一个康复训练室啊。我和毛毛是不是应该在这儿甩手？你负责今天督促俺们吃药，我给大家协助一下治疗。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是娃娃，我是张小慧，我知道，我是杨丽，我是娃娃，智胜，我是娃娃，感觉在公园遇见了，对我还给你表演了呢。哎，元宝，还记得我不？啥呀你脸上到底有啥呀？有粉底。很久没有迎来那个六人局了，怎么每次六个人都有？救命啊！没有，我上次最多也是五人。六人，只要这厅里一坐六人就有徐志胜。哎呦，我都看到我哥哥了。那不是杨九郎吗？杨九郎，你跟杨九郎熟吗？挺熟的。是啊，那你跟汪苏泷呢？也蛮熟的。我感觉就是你跟无数人都非常熟。你是不是最不熟的就我们仨呀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今天晚上结束以后，我们就会变很熟。他好意啊，他一点都不、那个。我跟毛毛刚认识的时候也是，我们俩去参加快乐大本营，然后毛毛是很爱的跟钟楚曦我们一起。对，然后你们是一起，你们仨真是成为了好朋友。然后我们仨就坐一块儿，然后当时我说，来，加个微信。那个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几个就加微信了。加微信对我来说好难，这句话咱俩加微信好难说出口啊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怕人家明明觉得哎不想加，也不想加，对，但是你都说这话了，人家也得加。我遇到过一次，我帮我一个朋友，就是我们在一个 bar 看见了一个男生。然后呢，我那朋友就说，我不好意思去要微信，我说我去帮你要，然后我就去了，我先在他那晃悠了两圈，然后我就坐下，我说，哎，帅哥，加个微信呗。然后他以为你要加吧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以为我要加，但是呢，那个男生就说，不好意思，不太方便，我是个艺人。他是个艺人，艺人，同事们。同事，对，像我们的同事们。他是个艺人呀、啊！艺人，我以为是艺人。他自己就说不方便，我是艺人。对，他都不如说我是个 I 人。对呀。然后他说，但是还是不是很方便加微信。我说没事，你这样，你拿出来那二维码，我扫一下，那个通不通过是你的事儿。然后他说，哦，好的。然后我就等，好，我就扫了。扫了之后，我就看着他名字了嘛，然后我就回去搜了。他是自己的名字。然后我才知道。
啊，他是自己的名字。那他通过你们？没有，他看到你的名字，你的名字不是自己的名字，不是自己的名字，对。那你们会曾经因为不想加这人的微信就不加吗？我不会，只要别人说哎加个微信，我都会加，我不会拒绝别人。我也不会。嗯，哎，那你会找就是比如说就见过一面，然后你会找他出来玩吗？会啊。真的，你觉得这个局适合他，你就找他出来玩啊？对啊。哇，你好好，你是那种组局的人吗？算是吧，他知道。蛙姐的局一般多大呀？他是从小局变成大，逐渐扩大，像滚雪球一样。因为我觉得差不多人多人少都能玩，因为吃饭的时候就这么多人，然后我想说就这几个人继续搁这唱唱歌啊或者啥的，然后他就会说那我们再叫点人，然后就开始。但如果比如说你已经吃饭了，然后唱歌的时候你还能叫点人，就说明你真的很多朋友。你不提前说，当天问人家就说没。我经常当天问他们。那唱歌肯定都是当天的，唱歌很少。提前就练歌，三天之后咱们去 KTV 练歌，咱们定好这个时间。定好了。哦，也是。你最内向的朋友是谁？最内向的朋友，毛老师。毛老师啊，算是毛老师，我觉得。哦，有你那种认为说，就是你大家普遍认为你可能跟他没有什么交集，但你俩却是很好朋友的那种朋友吗？吉娜算不算？吉娜啊，朗朗的朗，对啊，为啥呀？我们俩认识也很奇怪，就是我跟朗哥先认识，我跟朗哥说，我说朗哥，我说有之后啊，我要是有节目，我需要帮我弹钢琴，我说你一定要来帮我弹钢琴哦。你真能张开这个嘴。第一次见面你就这么说的？对。然后他怎么说？朗哥说啊，好啊，没问题啊，到时候邀请我。嗯，我下回也跟狼哥这么说。你有什么节目需要他去弹钢琴？然后我说你帮我伴奏，我也真敢说。对呀。对，然后后来有一天，终于有这么一个机会，我们需要一个弹钢琴伴奏的人，我突然间想到了狼哥，然后节目组都大家惊了。他说：“啊，你让狼哥来帮你弹伴奏？”我说：“问问呗，万一可以呢。”然后我就跟狼哥发微信，我说：“狼哥，那个总决赛，我说你帮我伴奏一下。”然后他就跟我回，他说啊，我在英国呢，但是我老婆在国内，我让我老婆去。哇，他也挺够意思的。我说好啊好啊，我说那太棒了。然后吉娜来了，我们俩一见面，然后就跟他一顿聊，然后他就觉得我性格超好，变成了好朋友，就他也很喜欢就是 hiphop。 哇，你好厉害呀，好传奇啊，这个故事就是你就能张开这个嘴。但是我就我在我的人生当中就保持一个信念，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的信念。哇，那你会感觉到尴尬？偶尔，就是尴尬时候是在家里家庭局上，提议让我在他们面前表演个节目的时候，我现在想起来我都会觉得尴尬。你会演吗？不会。我很少演，但是大多数你会 diss 他呗。就说唱吗？演说唱，演说唱。对，但是我喝酒了就会演。喝酒不 Q 也要演啊？对，不 Q 也演。你在家庭局上演哪种啊？温馨的说唱吗？不是，就很凶的那种。嗯，哎，走到他们面前，每个人唱一句那种。完了，叔叔阿姨啥的，伯伯，他们很开心。我发现他们，就是我演的时候，他们都这样，呜，就这样，嗯，就会给我个回应。那还挺好的。哎，你跟毛老师是不是有一首歌啊？最近的，前段时间在亲戚面前开始表演节目了。我们俩那首歌也挺神奇的，当时就是有一首歌就找到我，就说哎，他说这有一个企划，就是歌你听听，然后我一听我觉得特好听，他说但是呢想就说我们得帮你找一个男歌手一起搭一起合唱，然后我就想呗，我就想然后想来想去只有毛老师一个人，对，我觉得堪当此人。就我们之前一直合作就是没有合适的这个机会。对对对，歌其实挺难合到一块儿的，他那里边他是以唱为主的，说唱的一段。哎，我来给你们放一个啊，第一句就是他的。在心里如影随形，是恐惧越逃离越拉长身影，想放弃还要面对自己。我们还有和声。你给我勇气放松轻松的神经，可是旋律在啊没到呢，影子飘算了也不在乎，
三生情怀交不画出微笑的弧度，那些横空之跳舞，为了自己欢呼，怎能能忍不住，有你们很幸福。你俩声音还挺搭的。对，我们发表了之后就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，我看评论。嗯，挺好听。哎，不是，它不属于说唱了对吧？对。哎，你不是要搞那个什么女子厂牌？对对对，想搞来着，现在正在招人。因为哎，都招啥样人？可以啊，智胜也能加入。把那个有造成范围有点宽了。女子的，女子的，其实我是觉得说，就是大家就喜欢这个的话，就可以学习，然后加入，就很。那需要具备什么素质不？你就考核一下俺们几个，看看谁行谁不行。那这样吧，我先跟你们玩个小游戏好了。行行，就是押韵，比如说我说今天吃饭没，然后下一个就要把这个没押上韵。对，哎呀，雪琴露出了笑容，可有逻辑，可没逻辑。但是最后我们三个人之后，第四个人就要用四五个字把这我们说的这话总结起来。总结起来还要押韵吗？要押。哦，你这考的是第四个人。这个好难呀，这第四个人。我先来吧，我先来吧。我来不了第四个人，我来不了第四个人，我来第一个。把第四个人总结以后，然后再轮，再轮。对你永远你都会有人是第四个人。这样让蛙姐第四个，智胜你先来第一句，完咱们打个样试试。行，这个小狗真好压的韵啊。好，这个小狗真可爱。这个该我，这小狗真可爱。这个小狗真可爱。这个很简单呀，你来第一个要不？这个小狗真，你别说了，脑子里有已经就没了。这个小狗真可爱。回家一坐怀怀里拜，怀里拜。真可爱，挺简单的一个韵脚嘛。淘汰吧，先把它淘汰。淘汰、我已被淘汰。啊，对，可以。行，你已被淘汰，明天就把你来卖。毛毛真帅，这总结出啥来了？这一点没有关系。总结啥呢？这小宝真可爱，我就被淘汰，明天就把你来卖。毛毛真帅，就是你可以随便说一个能押你的韵，其实很有点三句半，第四句要三句半。对。你这把明白了，那你从你开始，毛老师，你来第一句。今天晚上吃火锅，雪琴吃的有点多，撑的没法把话说。呵呵，我是第四句，你第四句，我是第四句吧。这是什么？你怎么的？我问一下，八姐，我问一下，就是方言也行吗？方言其实也可以。哎，我们其实如果你们更喜欢用方言的话，我们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方言。就是行，那我先说，今天来到毛血旺，这哪是？今天都来毛血旺，行吗？在座各位真的棒，真的棒。飞进厨房面，哎呦我天哪！天使飞过了。哥哥，你得憋个多大的招啊！你要憋这半天容易垮。淘汰我吧，淘汰我，给我淘汰。淘汰两位了，淘汰两位了，一二三四，就剩咱四个了。啊，这是个比赛，就剩咱四个了，咱四个还比啥呀？咱四个不是？对呀，咱四个，对呀，咱们厂牌了，咱厂牌了，咱四个。其实我也想被淘汰。你们平时不会也就玩这个吧？对，我们平常就玩这个。我们其实平常还玩，就是直接 freestyle 放一个伴奏，就是这种游戏。对，有节奏就难了。对，但是我就是 freestyle 很烂嘛，不然也不会有香菜这个梗。那平时你们背点词儿不？就是说我就是一想起来这个能用上。就是我们平常就是如果说今天我们在聊天聊到一些好玩的词，这种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梗记住。对，如果下一次我们遇到了，我就知道这个梗。你的穿搭真好看，你的头发真好看。今天你戴了假发片。哎呀。今天没带吧？带了吗？带了吧也。这怎么这押韵？八姐问的。
应该没带，应该带了好几片。想看看你的发际线。哦，咱俩这玩意儿，咱俩搁这玩儿，我俩那个数来宝。哎，我给你们准备了几个眼镜，哇，给你们那个啥戴戴。我来给你们分配一下，看哪个适合戴哪个啊。准备的还是昂贵的眼镜啊，牌子不？注意素质啊。啊，行行，什么牌子的？我觉得丽姐适合戴这个，我们试试。像易立竞。给我找个大点的。大点的，嗯，这个吧。行，怎么样 ？Yes， 这是我的。咱盛哥眼睛非常的好看，这个那你给我挡上了干嘛？这个很适合你，怕这么期待吗？太好看了，怕你闪耀闪闪瞎我们的眼。哎呦，哦，你别说，你戴上这眼镜之后一下就王家卫，嗯，文艺气息上了。行，我这就不摘，这有点像个 rapper 现在。我这就不摘了，太时尚了，未来感，赛博朋克那种感觉。对，是你像那个2077 AI。 对，毛毛你的眼睛都很好看，你这个眼睛就很好看。当然，对，我觉得你就不需要墨镜了，你觉得呢？你的眼镜一戴肯定我就醒。我感觉你这个跟你原来一样。这就是我原来的。我没有别的。怎么这么幽默呢？我就说我感觉很准。对，这个是 rapper 的必备嘛，墨镜啊，对，帽子、眼项链、墨镜，对对对。但你感觉戴这种眼镜，你就会有那种首饰或者是啥的。男的rapper 啊，女生其实还好，女生就是那种酷酷的就行，男生就会有很多首饰。都有什么首饰？就比如他们腿一定是要这样叉开这样，然后手一定要这样。但是一定要这样，手背朝外啊，手背，对、啊、对，然后小臂夹上，对对对对，海岸、西海岸、东海岸这种手势，你做不到这个动作，我有点费劲，反正，完自己为了做还得，啊、对，你帮我掰一下，帮我掰一下。你咋胖这样了？是不是啊？不是，但他们也会自己先掰上去吗？这一动作就稍微有点垮吧。他们会自己这样？哦，我可以。这怎么可以呢？可以啊，啊，这样啊？不可以啊，我就不可以。啊，这真的不行哎，这真的不行。我教你们啊，就是平常他们。打招呼都是有讲究的，嗯，怎么说？就，会有一个自己固定的手势，自己编排。所以是不是就是说唱歌手之间没有握手的？没有握手，都是这样，这样哟，这样就这样，然后这个常见，这个常见。那这个就很难，就是你不知道他这么着是想给你。咱俩真是一点默契没有，来。哎，你指甲剪剪吧，这给我抠的。啊，我有一个问题。就你怎么知道他是想要哪套动作？你看我俩可以这样，耶耶耶，也可以高高，耶啊啊！就你怎么知道他是哪个的？就是看他抠不抠你手了。也是，就是临场就是明白了，直接变，明白了，也没有什么诀窍。对啊，还有可能是这样，还有可能是这样，耶，耶耶耶，对对耶，看他下一步抠不抠你手了。谁来掌握这个主动权呢？谁意谁主动？可以，对，谁意谁主动？可以你主动，也可以他主动。那你比如说咱俩来一个，嗯，来，来走，来，呀呀呀呀呀，看着很容易这样啊，容易，然后这样的时候就啊，好就，也就是尬笑，通过尬笑来，我们化解尴尬的方式一样，行了，还是一个尬笑，尬笑。然后他们还会自己给自己起一些。比较觉得自己觉得帅气的名字哦、oh, ，AKA 对 AKA， 就比如说我的名字，我说大家好，我是王远琪 ，AKA 娃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如果你本来已经是娃娃了，就是你的已经是一个艺名了，完你 AKA 是一个，就是一长串的那种称号。我是娃娃 ，AKA 北京第一美女这种，就类似这种，对吗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
我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 TT 吧，嗯，他是你的男孩，你的男孩哦，哎呦，这里是 TT 你的男孩，我从七六八到广州，我从货运站到码头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，这全是他的介自我介绍啊，一定要这里是吗？啊，对，他可以，就不能说我是娃娃，说这里是娃娃，对，他是英文翻译过来的，This is 娃娃，这特别像，特别像广播电台，这里是什么？106.6，对，北京交通广播。这个 AKA 我小时候见过最长是，你们看过张卫健的那个孙悟空吗？我是如来佛祖、玉皇大帝、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、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、齐天大圣孙悟空啊，帅刀掉渣。啊，我看了，花果山水帘洞那个，花果山水帘洞齐天大圣，那个是最长的。原来是这样，灵感是啊，对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嗯，我问一下，就是你刚从事这个行业，上台说这串完了。我没有，我一直都没有这串，就是哦，这辈子没有这串过。你就这里是娃娃就行了。我说，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娃娃，我就是这样。啊，那比较简洁。对，首先大家要介绍自己的真实姓名，然后说自己的昵称，再把自己的个性签名也给说出来，这一套。里面包含着自己的性格。对。然后这一套你说完以后，就得有一些那个手势啊，或者是。哎，两个人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毛笔 AKA 紫色水晶之恋，不要迷恋我，我只是个传说，这种对吗？把这个签名，这样，对，你试一下，你试一下。我是毛，这里是，这里是，把我忘了，这里是毛笔 AKA 紫色水晶之恋，什么玩意儿是我的传说？嘚儿啊！rapper 哈，你们还有什么这种内部的给我们分享分享？我想想啊，我们内部经常干一些什么？现在全中国的这些 rapper 里面，酒量最好的可能就是我了。哇，真的呀？真的。全中国的 rapper， 你酒量最好？真的。啊，我跟老舅可，老舅的酒量还行吧？他也太差了。太差。就是好多都是一杯倒。是吗？谁一杯倒啊？盖哥，盖哥一杯倒啊，一杯啤的，一杯啤的就倒啊，盖哥。对啊，那可不像。早安，也就几杯倒吧。早安看着就不像很能喝的样子。年轻吧。你啥量吧？白酒多少？我不知道，没量，无底洞。不是而且喝得非常快，就是他一直要举杯，一直要举杯。因为好多人喝不了快酒，但我能喝快酒，所以我一般是先喝快的。都给人送走了啊，然后我就歇息了，独自饮酒在，然后不就把他们送回去，嗯，一个一个送。那你会觉得自己喝不醉就是不嗨吗？不，我会有一个点，如果我觉得自己快多了，我就不喝了。这么细想是没看过他喝太醉，我的妈，这太厉害了，太羡慕了。但我听说不是毛老师讲很多匿名朋友的故事都是你的事儿吗？毛老师在毛有望讲了很多，说我有一个朋友，之前孟佳有讲过匿名朋友，就是我那个，就是他说那个他来找我姐妹聚会，我给我问他，我说我带我男朋友行不行？就是我有朋友要带男朋友来，然后呢，我说我觉得我们自个儿吃会不会更加舒适一点？嗯，你那个是不是讲我？哪个？你说坐在一起，然后他们俩在互相发微信。我说过吗？你说过，你说过。来，回放找一下子。我们几个人在一桌吃饭哈，他俩在那发微信，能发什么？不就是在讲我们其他人吗？对呀。但是那次发微信是我们在吵架，你坐我旁边，然后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在发微信，但是你看见了我在跟他发微信，但是你没有拆穿我。但是那天我们是在吵架啊，但是不能当着朋友面吵架。王小王现在开始都有后续了，这些事儿。之前讲那些匿名那玩意都有人自己，他就自己承认的，主要是。我们能不能开个低一点的空调呢？好热。是。给我们开低一点。因为是啥呢？这个屋啊，它是一个顶楼，顶楼呢它就容易热。哦，这就是顶楼了。对。一会儿咱上天台吹点凉风去吧。怎么样？咱现在就去得了。行。凉快凉快。走啊，朋友们。走。走。出发，上天台。你说出发可像你的导航了。出发，出发，全程。走。出发，出发，
它整的挺温馨的啊，这小屋走吧，上天台。这旁边是住户吗？这是我们家啊，这边是另外一家，这是一起的。哦哦，推开。哇，确实不错。哇，其实很少现在可以上天台的房子了。出来放放风吧，我来录一下子啊，我录录你们吧，我的朋友们。这时候我们能唱起一首《城市傍晚》吗？谁会呀、啊？太晃睛了，看晃眼了，我都。欣赏欣赏，这现在是夕阳吗？还挺刺眼呢，该说不说的。看一下能不能拍个小照片。你看这个，这个可以吗？就是我拍的差不多也是这样。送给朋友圈，分享朋友圈，发一个什么文案呢？小太阳。我一直以为那个天台是阳台，就是跟你这个房子连在一起的。它既属于你这个家庭，但它又伴随于外边。嗯，所以你在那里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心情。今天这场日落就是送给所有没来得及抬头的朋友们。我送给你吧，丽姐。行，我收下了。哎，那我就不送给你。你别送给我了。谁乐意要送给谁吧，啊、要不我就谁到了，谁乐意要送给谁？谁乐意要送给谁吧，这玩意儿。朋友们说一下，每个人说一下今天看落日的感受来。押韵吧，我感觉押韵啊，别押韵啊，来第一句，让我心生畅快。说真实感受啊，心生畅快，我眼睛要坏。希望大家好运常在。在这站着有点晒，晒的我的大脑袋。好，来，给我一句，拜拜，拜拜，走，走了。有个天台呀、啊，更需要有几个好朋友。太好了，咱现在可以吃饭了，又可以吃饭了。进入到火锅了，我等半天了，这等火锅。来，咱火锅锅搁哪呢？哦，这儿嘞。看到了，我来拿吧。胜儿，你来拿吧。鸳鸯那个吗？鸳鸯这个、哎，上面还有一个。这是上回我做咸汤的那个吗？是。呀呀，行了。咸汤好喝吗？还行，还行，你别说，还不错。这都是调料，搬吧，给我吧，给我吧。这些是菜，给我吧，你再等会儿。肉在我手里有四盒。咱来一个清油，一个番茄，怎么样？行，咱是整个小料台，你整吧。这个是谁带的？我的贡菜，哎，我也拿了贡菜，我俩的天菜里都有贡菜。是的，我的天菜就是肉，这些都是肉吧？这些串儿，这些串儿。我的天菜是山药跟肉。我是响铃女儿。嘿嘿嘿鸭血下了吗？鸭血没。凉锅下。那等，那凉锅你下这边吧，这边凉的。对对对，这边已经开了。你会下不，哥哥？我不会，我来，我学过。对。你不搁那个火锅店干过吗？我是贡菜，我是吃火锅不用筷，生活就得耍帅的贡菜。你呀、啊，这白衣服能行吗？我都害怕给我崩上。哎呦，我一远点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不好意思啊，稍微。我真感觉得见。不好意思、啊你。你搁桌上吧，稳当的吧。朋友们，朋友们，闪一闪了！闪了，闪！有惊无险、啊，行，挺好。入座了，入座吧，差不多，入座。这开了吗？这虾滑，我给你们下下呀。下呗，问问成都、四川人咋吃。那个红锅跟这个都下点哦。嗯，行。有人想吃串吗？哇，这巨厉害哦！哟、哦，就这个泡椒，哦、对，泡椒牛肉，给你们那个白锅也下点儿，白锅不了，就辣锅，辣锅吧，辣锅吧，嗯，这边放点，好，这慢慢下吧，这是一会儿再下了，对，干杯吧，朋友们，来吧，来吧，开心，开心快乐，远道而来的朋友。
我上次在毛老师家吃火锅，也是一个过节的时候，他送了我跟郭麒麟两个一人一只手绳，红色的手绳、哦、说一定要在下雨的时候把它冲走。啥叫冲走、啊、就是要把那个霉运冲走。我们端午节就带五彩绳摘下来，然后就给它扔了，就是把霉运冲走。对，那给郭麒麟惦记坏了， 一直不下雨，找不着河。我说这个算不算河呀？我说你就冲走到下水道里就行了。后来郭麒麟带到爱尔兰去了。在爱尔兰下了一场雨。我尝一个你的泡椒。好，尝一个，尝一个。来一个，王老师。来。它这个也太大了，泡椒咋这么大呢？一般泡椒鸡爪里边那不就小一点点儿？我辣一口。啊！我舔一口都辣。哎，还行哎。不辣。没选上的辣。可以吧？可以，好吃。嗯，腻了，害了。好吃。嗯，我吃辣不腻。我这个已经是我的，你看我的汗。啊，香汗淋漓。哎呦，那倒不至于啊。你不嫌弃我，我就帮你一下。好呀，真是我的英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哥哥你今天你都你整吧，这样行不行？行，有你那句香汗淋漓，我就什么都答应你。香汗英雄。这个直接放里边呢，直接扔里，直接扔里边吧。行吧，就别四川人都没吱声了，咱们就随便吃就行。吃。哎，就你们会跟四川人吃火锅会害怕？有压力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我第一次去跟那个成都人、四川人一起吃火锅的时候，他就表现的就正常，就是随意的。但那天他的朋友和他都是四川人。然后他们就非常的默契，哪个菜先下哪个菜后下、啊、哪个放哪个哪个不放哪个，就导致我还好，就无法参与到其中了。先肉后菜什么的，或者是丸子不能放到辣锅里还是怎么样、嗯、我没有任何讲究，我就是吃。嗯，然后我还有朋友，他也没说啥，但他第二次会自己默默地带一个底料来说吃我这个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回见面？嗯，苹果宴。他就上台唱了一首说唱，对，后来老舅也唱了一首。嗯，姐姐庆功宴我今年也去了，姐娜请我去当她的嘉宾。嗯，然后在晚上聚会晚餐的时候、嗯、老多人了，然后我一个都不认识、嗯、然后这个时候就快速想想我该怎么拉近和他们的距离。哎呦我，你还能想、哎、我们都想快速想怎么跑怎么快速离去，因为那时候你也离不去了，门都关上了。喂喂喂，你们的啊，你们来庆功宴这么严格呀，还得关上门，上锁的大铁门那种，大铁门那种门嘎就关上了。然后他们的领导在里面，然后我就问了我的老板，跟他们关系很好，但是我不认识他们。我就跟老板说，我说打个视频来，然后他咚给我打了个视频。我说你猜我在哪儿、哎、他说你在哪儿，我说你看等等。然后那帮领导们一看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不那谁吗？那个来来来，手机给我。”然后他打一个招呼。你好厉害啊！哇，那你那个事儿厉害，一个人可以勇闯好多场合，我都拉帮结伙。我一直感觉庆功宴最恐怖。对，如果你是这个庆功宴需要被庆功的人，你就得到处敬酒。对，嗯啊，就很恐怖。嗯。哦，但我上次在汪苏泷庆功宴碰到你们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们很享受，就是很自在。因为我跟他坐在一起是吧，要是我独闯我也废。我的粉底，我把窗户开一点怎么样？可以，凉快凉快啊。可以，凉快老凉快凉快，我这边也打开。小花花你好厉害，你吃这么辣你还戴着帽子，你没怎么出汗。因为汗都往心里流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是什么吃火锅的秘诀啊？那泪要往哪里流？泪流向海。我很爱哭，我是一个泪失禁体质的人。你会因为什么而哭啊？任何事，就是我泪失禁。我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有一次蔡明老师给蔡明老师吓着了。嗯，我们俩就录一个采访，采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之间就采访哭了。哦，它是一个感人的采访。不是，蔡明老师开了个玩笑，他哭了。对，蔡老师抖把我给哭了。真的呀？真的。我感觉那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，人生的一个打击。我就比较泪失禁，
有时候你最近一次哭是啥？每一天啊？为啥每天哭啊？我泪失禁啊，而且我还有一个大家会觉得无法理解的点，就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睡过觉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一张床上睡过觉啊。对对对，都有人陪我睡觉。那也太难保持了。很好保持啊，每天都朋友还没有吗？女孩朋友，而且陪我睡的那个人不能比我先睡着。那你入睡快不？很慢。那什么太早睡了？睡哎呦我的妈呀！你朋友对你是真好呀，娃娃。你是不敢睡觉是吧？也不是不敢，就是我一个人睡觉，我就会想好多东西。我有那个超级大的，这个被害妄想症。那你把四肢都缩进被子里呢？也害怕，就会心理的一个。开灯呢？开灯不行，开灯我就睡不着觉。我是屋里必须得有灯亮，小夜灯，或者是厕所灯得有个灯是亮的。你不能完全是黑的。对，有的人喜欢完全是黑。我觉得完全是黑，就伸手不见五指。那个窗帘漏一点光、我一定要起来。我很虽然很生气，但我还是要把它关。我有时候就不拉窗帘睡觉，因为外边有灯光啥的，然后这都进来就不害怕。那你玩密室逃脱啥那种吗？密室逃脱我是坦克。啊？那你不是不能一个人？我知道那是假的。哦、知道那是假的，而且有监控，外面有人在看着我们。哦，你所以安全感你。对对对。那你在家装监控不就能睡觉了？不装监控。那他那种感受我能懂，因为有一次晚上我起来之后也是感觉。家里来别人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太吓人了。不是，就小时候就那种你能听见脚步声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正好我跟我哥在一块睡，我只要身边能摸到他，就一下子让你有安全感，就感觉那个脚步声没那么可怕，就你想象的那个东西就伤害不了你了。尤其有时候你做一个噩梦，对，一醒来之后，对，家里还你自己，自己，对对，空无一人，就有点不太敢睡了。对 对, 对，我有时候做一种噩梦，让我感到害怕，就是因为你就感觉有一个大的阴谋啊。我就是一做噩梦，我就赶紧给白姐打电话，我说你赶紧上我屋来，他离你不远，我助理嘛，跟我一起住。等一会儿就忘了，过一会儿看看小说，看看别的，大概看点那种电视剧23号。我不知道你们那时候看不看过《艾格》？看过。爱什么？艾格。艾格停刊了。我家现在还有最后一部《艾格》。对，停刊了。啊？花火呢？花火我看过。花火还有。花火不错。我们小时候看男生女生。当代歌坛，我小时候喜欢过明道。看那个《王子变青蛙》。啊哦，我小时候可爱看了，做梦梦见他放学接我，还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哎呀妈！哎呦我的妈！然后后来有一天，你变成青蛙了。后来有一天我去录节目，你见着他了？啊，我们俩坐飞机，坐在飞机上，突然间走进来一个男的，亲你一口。你走进来亲你一口，我一看明道，然后死去的回忆就开始攻击我，我就想说吗？我还没告诉他呢，他现在能知道了，你把这个给发给他。你欠我一口。哎，我前天梦见我给朗朗哥开场，我不知道我对朗朗，我都不知道这个人，就是我跟朗朗哥没有任何交集，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怎么闹进我的脑子里的。我梦见说朗朗哥开那个演奏会，完让我去开场，我在那假弹，完这时候一个人上来制止我，发现我停了，完还弹呢，坐底下观众开始往上扔东西骂我，让我赶紧下台出去。完这时候朗朗上来了，他也想点解释点什么，完大家都也不听他的，就让他弹，说还要撵我走。小白睡我旁边说，你都不知道你半夜哭多惨、啊。他说，我寻思你做啥噩梦了，哇哇哭啊。你看你做梦做这种，人家直接找朗朗给他伴奏，这不差距吗？差距。但有时候做个美梦醒来可开心了，就不行。但是有时候醒了，我为啥醒了？想续。对。但我现在害怕啥，你知道吗？我就那个梦醒来之后记得，我害怕我睡醒一觉就不记得了，我就有点不敢睡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就赶紧拿小本记上，记上。你们会有记梦的习惯吗？以前有，记后来没有了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杨门说他有一次梦到周奇墨讲了一个段子，他说特好笑，但是他就说我不能抄别人段子，然后他就醒了说这是梦里讲的呀，我可以抄的呀，我为啥不记下来？我经常的，我那回比赛的时候，当时起来之后你就只记得那个好的爆炸的时候的你的心情，那个段子一点你不记得了，把我气的呀。我还梦见过，就是我一上台就忘词儿，就是脑子里空白了，就稿没背直接就上台了。我也梦见过，对，完忘词儿，然后我就在台上 freestyle 来着，完还效果挺好，那我再一睁眼我也想不起来 freestyle是啥了，你就特惋惜。对，毛老师，你会梦出来一个旋律吗？会，也会。我会，根本记不住。你也会？但是起来
我还记了，我刚醒，闭一下，我迷迷糊糊说赶紧记住了，然后对着手机被忘录磕了一下，然后我就睡过去了。再醒的时候忘记这旋律，我说哎，我不是记在手机上吗？听一下，然后打开一听，什么玩意儿？我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就相信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我就老去想了这些，我就希望我晚上我做梦能梦到，完全没有。行，成功了呢，你怎么挺兴奋的？来拍照，我把那个拿来。咱们六个拍啊，你过来点，都在都在都来看我啊。是这样吧？来，冲礼吗？冲礼。手心冲礼，手冲礼，手心冲礼。可以，美食排行榜，火锅有什么可上美食排行榜的？对呀、你们就不参与这个排行了吧？对，我觉得有点没有可比性，没有可比性，没有脸相提并论。特别奖嘛，感谢参与。说唱一定要互相骂吗？啊，你也可以互相夸，互相夸比互相骂还难。天意啊，夸人。来一轮，八姐帽子真好看。丽姐，丽姐吃肉不吃蒜。丽姐，有人用本名唱说唱吗？我说老舅，他和子琪姐是一个英文名的。我有一次差点发错人，是不是因为这个子琪姐把他名字改成 Gloria？ 一个 rapper 里面的他的真名最牛的，你知道是谁吗？谁？真的、俄罗斯人说唱歌手买的里是列夫托尔斯泰。北京哪家涮串馆最好吃？我经常点的一家。我还是上海有啥好吃的？上海有一家好吃的，门口放着你的照片。哎呦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在选这老人院。我不敢坐过山车，忽然间我整个人魂就已经不在我身上了。我是不敢看恐怖片，完了就开始哇哇哭。跟朋友去玩密室，那边有一个人拿着刀，我一直敲那个铁门，让我出去，我不玩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两周年了，朋友们，我们这节目两周年了。毛毛熊确实记录了我们两个自己在这个节目里边又胖又瘦，我也是，挺多成长。真诚的感谢各位，请进，请进。我这边有个大礼物，来了来了，大礼物，谢我曾哥。九旬的 CP， 他俩有吻戏。云。哎呦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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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吧，这个是谁的？这不会是一件袈裟吧？我这个呢，就是比较实用，能用一辈子。我这个是个时间的礼物，你这个不会也是？我这个给秋日增添了一丝温暖。这大黑塑料袋儿，这次我就让你的脚更加的活血化瘀。三是鹿晗，六是马迪，四是谁？那五是谁来的这么火？郭麒麟。哦，不能这么说。四会不会是张晚意啊？不是聊到酒精，不是聊到他吻戏的反应。怎么这么冷漠啊？天哪！我以为会有什么群星。对，群星快乐。Yeah！